这样艘船挤那么多人，我们就两个人，包一艘船，也很浪漫，对不对？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以前是真爱。Yes。 在什么年代？在汉堡包的年代。你好，先看有啲咩？我要汉堡包。 仲有啲咩啊？可乐，几点下班？我有车，我送你吧。你有车？走。你这叫车吗？在香港这叫单车。在我的家乡乌镇。 他们统称为车。你开车不累啊？其实你比我想象中要重一点。小明，你好，小明。我和 Angelababy 坐在同一条船上，可是岸上的乘客在喊黄晓明。小明觉得你的威力太强了。起码现在你在我身边。大家吃了50口糠，你们要一一找到，你们要把你们的伴侣找到。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伴侣。OK。 你们找到你的你爸之后，到这里还要玩一个吃饼干的游戏。OK。好啊。拿一捆哈。拿一捆，拿一捆，好吧。一半赶紧告诉。这也许是你的晚饭，你要在缸里待到晚上。我会发出不行的呼噜声音哦。加油。Baby，我找到了。Baby。 你好，不要泼我！姑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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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这么胖？姑姑，姑姑，姑姑，姑姑来了，姑姑。 没错，怎么慢？对不起，对不起。啊！快点，快点，快点！啊！我过来好久。我听见了，但是辨别不到是哪个方向是吗？那边一堆大妈从我浇水。哎，我要看这个，我很好奇。快来，咱们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快。 咬一口，咬的，没有，没有，好，这回应该够了吧？OK， 过了，恭喜二皇子，来恭喜啊，二皇子，赏一请见给你们，对对，愤怒的公主，哦，要把人弹上去，愤怒的，哦，每组成员凭借演技。 获得不同大小的脸盆，公主在10秒内连续扫开3张桌上的物品，提示：用脸盆接住物品，最先接到8个物品的队伍获胜。获胜的前3位公主可获得礼服。什么意思？你们说演什么，我们就演什么。
吵架。瞅啥瞅啊？瞅啥瞅啊？你瞅朝天，瞅我干啥？你瞅啥？我瞅你咋的了？瞅你咋的？你怎么样？你想怎么样？你说吧，你。你别说话，你吻我。吻还是吻你吻我，不让你吻我。天哪，你咖啡呀？我咖啡咋的了？哎、我是伴侣啊。那也不代表咱俩是一对。你咋的了？你光头你还伴一对？你当和尚去了？我光头还不因为你？你穿着你瞅你这样，我受不了。咋的了？我就不知道你喜欢我哪一点。失去理智了。你，我告诉你。啊！头都扁了！哎，这个没才！厉害！加油！加油！哇！加油！哇！有劲！有！大腿好啊！哎！哇！你这抱着这个 ？Yes！ Yes！ 可以啊！摔没了，摔没了。今天饰演愤怒的公主，可是我们的公主因为想睡觉回家了，只剩下王子，怎么办？是双簧。大家都知道啊，自从参加跑男这个节目以来啊，我的粉丝量呢也涨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跑男里面长得最帅。颜值最高的，头发量最多的，当然了，也是身材最好的。我还可以给大家跳 Michael Jackson。除此以外，我还有很多很多的特长，比如我舌头特长，比如我门牙特长，我这个人其实我的右手有点残废，我平时右手就不太举得起来，我的右手举不起来。大盆，稳定 ，baby。啊 ，baby， 我还没有准备好啊！配合，两人配合，看准再打。配合，挨了那么多巴掌，闻了自己的鞋子，给这段表演掌声，非常好，非常好。水枪，你在哪儿？蓝队。没有的，好像就是水。不是，你怎么知道它是水还是什么？不知道啊。试试。不试了就瞎了吗？不就？你在哪儿找到？为什么我一把没看到、啊？就是在那种什么台子上、水盆上面。在哪儿？那边，我给你吧。好啊。我就觉得这些大的水枪没有用，应该是小的有用。郑恺。不要冲动，不要自相残杀。你有病啊！你敷我干什么？万一有颜色怎么办？没事儿、啊。万一有颜色怎么办？没事儿、啊。我这里边，我这里。别闹。哎，这里我把这么大的水枪了。好痛啊！你也有一只大家伙，有跟你一样的了。我是金克斯。金克斯是谁？英雄联盟里边的。那我是谁 ？ADC。那我是谁？你也是吧？我也是金克斯。只有他是抬个大枪的。这个大就是真的。哎，我想进来。哎，我去，怎么又碰到你俩？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你一直在逗他们俩。是啊，哎呀，我跟你一起作战，
我们已经淘汰，给你的。 是没用的，我用过了，我刚刚丢下的。那你再给我试一下。真的没用，试白。这，给你试试看。没有，真的没有用。没有，真的没有用。没有。 是吗？我刚才用这个没有用的。不是，你可能拿的是另一个，我就是新找的。哎，这里是不是水枪？这是什么？怎么用？这不像。嗯。 你让我看看，我死了，我不能攻击你，我死了，是不是不一样？不一样！不行，坏了，这么坏，怎么办呢？呀！我刚刚是错的，这个是完整的。哎呀！哎呀！果然是你战士吧？我以为是我丢下的。 给你的，哎，有酒精的味道，是吗？所以要找这样的吗？闻到，嗯，有一点。我刚刚弄出来一闻，哎，味道不对，我就别玩了，哥们儿，没有用，没有。走走走，我们去射别人吧。 你发脾气是绝技的罪，哦哦！哎呀，这样不太好吧？这些是菜，小心哦，小心别踩到。快过来呀！快过来！肥沃的土壤，原来菜是这样种出来的。 现在敌人一定是比我还精神。我等不及了，我要找外圈，我要决斗，决斗。<笑>
知道吗？我这个是王牌武器。是吗 ？Angelababy， 你是被这个弄的？郑恺。那就说明他还是拿那把枪，肯定追着。我跟你讲，我们如果不拿到枪和他面对面的话，很可能两个人都被干掉。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没用，我们没用。你好，兄弟，后会有期。你等着，下辈子见。你等着。哎，我对不起 baby， 他把关键武器给了我，牺牲了自己。但最后我却没有把它发挥好，被海泉给干掉了。我是个罪人，我有罪。一旦公主的名牌被撕掉，这对情侣就会 out。但是，就死不抱着就行了，尽量保持一米之内，好吧 ？OK。我们得干决战吗？跑一跑吧，还是来呀，抓我呀！决战了，好不好 ？OK， 在这儿拼命。给我吧。What？ 我们过吧。来这边，还是在这边？我们家懒懒死的地方，我要在这边帮。作为一个主持人，我觉得我输给你太。来吧。Thank you.
干预。然后把凯凯放在布斯的里边，凯凯来找你节目。我设计的是一二三四，最后剩下的应该是 Rain 和 Baby。大家好，我是小青。又有人出丑了，扭啊扭，扭啊扭啊扭。妹妹，哎，我们来到人间，感觉怎么样？感觉人间的变化好大哦。就是，让那个法海嘛逮我，还不是让我们俩给跑出来了？就是，就是。姐姐走慢点。姐姐腿长，所以走得快。姐姐，你的腿跟我一样长。别开玩笑。你也是在夸我了。哎，妹妹。嗨耶，两位名媛。我们不是名媛。北北姐，你们是？我是小青，她是白姐姐。白姐姐。汪祖蓝 out。汪祖蓝 out 了。张叔叔。在逛街呢。我带黑牛看世界。太有意思了。哎，涛哥。哎，我们当腻了蛇，我们要当回人。妹妹脱，妹妹脱。舒服多了。陈赫呢？怎么一直没碰到？陈赫跟小鹿在一起，在楼上呢。妈得到的。表面上跟他结盟，然后我们把他撕掉，好不好？真的。这个盟有点乱了。他刚才撕了 baby。可以讲，这个盟基本不会变了。真的。No change。啊。I need you, man. I need you, man.빨리 정리해 너네도 토르랑 간이 정리 他们过来准备做完准备빨리정리해너네도 Ready, Hugh I'm sorry对不起
做队友。Sorry, man. It's okay, it's okay. Sorry, man. It's okay, it's okay. Don't hit me. Don't hit me. Okay. Nice, nice. 给不给力，兄弟们？给力！报仇了，报仇了！好了，大仇已报。Three, out. 攻守交替撕名牌。每队有固定攻击时间，用来撕掉另外两队的名牌，另外两队的队员只能躲或逃，时间一到换第二队攻击，最后胜出即为冠军学校。这个铃铛好可爱啊，感觉像是绑在脖子上那种小猫咪的那一种。我那么多期我也是非常怕这个声音，但是配到你身上就没有感觉。要开吗？要开吗？哎，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要你拍他脸笑。我这里太舒服了，这里简直就是一张床，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睡一觉。我傻啊，我站在这里有什么用啊？它是黑色的，我是彩色的。是继续吗？不用停吗？没有，没有暂停啊，谁说暂停的？不用暂停啊！别别别！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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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是吧？你说，我从小听，我听，我给你唱你歌，我给你唱歌。啊，你唱，我唱歌，我给你唱歌，不要死！你要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唱什么歌？你说唱什么我就唱什么。唱这个。哎，不要不要不要！唱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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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酒。小酒 ，OK。他就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微笑。等一下，妹妹，我今天拍 MV 啊。我拍。拍吗？哎，俊哥，俊哥，俊哥。我怕。俊哥这样，俊哥这样，俊，我有一，知道吗？俊哥，俊哥，来呀，俊哥这样，哎，知道吗？还债。还债。还债。你要记住。我记住。好。就还债他一条命。怎么又来了？刚送走一个啊！等一下，等一下，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你听我说，鬼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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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你等一下，等一下，我满足你一个愿望。还有一分钟。北冰洋。还有一分钟。北冰洋。好好，好好，还有一分钟。好好。先放给我看看吧。一上来就这么野蛮啊！我真的拼死的保护你。一分钟完了，你们是攻击的队伍对吧？对。还是先走吧。不，我现在可以跟你们说一下。对，你们现在两个人也撕不过我们这几个人，对吧？可以呢。你看，所以你自己看，我们可以配合你们先把蓝队干掉。OK， 好，你说什么是什么？你答应我要拍 MV 了，对不对？对，所以我不碰你。OK， 不碰你。感动。我们把蓝队先干掉，走，没问题。走，老板，你说什么都是对。走，我们还没有到啊，还没到呢。五秒，干他。我的超能力是，我也不信。对对对对，不是，哎，哎，明白？啊啊啊！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你这叫车吗？在香港这叫单车。在我的家乡乌镇，他们统称为车。好像感觉回到了第二季。哎呀，好快啊！我跟贝贝一起骑车，现在已经第15期了。我们已经把背对背的单车骑成了面对面的单车。骑车以后，
那就不能再和贵妃级男爵了。你把手无寸铁的王祖蓝给撕了。对，宝宝，你做决定，没关系，没关系。我挺卑鄙的。你挺卑鄙，你挺卑鄙的。我挺卑鄙的。你挺卑鄙。陈哥。哎，我可能要挂了。什么？我可能要挂了。别别别，你先坚持住。凯哥，你在干嘛？我打门。请听大声。哎，玉哎，宝上，死！哎，哎，快叫 baby，baby，baby，baby。大爷，对不起了。小心，我很想喷你啊，我所有人都喷了，就你没喷了。不会让你喷，我说我要保护他。Baby， 为什么 Baby？ 你忘了大明湖畔的约定了吗 ，Baby？ 不用难过，不用难过，没事。谁做的？啊，陈赫。还有谁？陈赫干加李晨。No。李晨一个。再猜。邓超。No。Baby。啊！最后一期啊。没关系。出卖你了。死得其所。Baby 跟宝强在一起啊？都在一块儿。不要哭。没有。我就觉得结束了，你知道吗？哎呦。太感性了，哎，用过的，哎呀！我竟然把一个救了我无数次的人给撕了，啊！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真的。没关系。我觉得听那么多期真的非常谢谢每一个人对我的照顾。哎，有块皮撕一下。哎，也很浪漫，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以前是真爱。Yes， 还是那么关心的吗？好吧，那我揭开了，好不好？接着念，将自己喝下的盐水不是放进了郑凯的杯子里。这是谁？还有这一趴，不，凯哥说了要替我喝下，整个乌镇的水他都没喝。不行了，我可以为了你把泳池的水喝干，把乌镇的水喝干，把太平洋的水都喝干。喝点盐水怎么了？喝点盐水怎么了？怎么了？哎，搓澡师傅搓泥。1、2、3。哇哇 ！Baby， 女孩子搓不好是不是？换一个吧，有女搓。女搓，女技师，女技师。来了。哦，是女技师。哎呀妈呀，这是我从小搓到大的。认识啊？
没有没有，我说我搓背从小搓到大，绝对不疼。你行吗？我当然了，从小搓到大，都没沾水，干搓呀。准备好了吗？他问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别那么大力啊！这个美女搓哪儿好？搓背从小搓到大，绝对不疼。哎呦，简直有个打架的戏。怎么会有这种啊？那个酒，那个酒。哎呦我去！这个是享受吗？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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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别跑，别跑！还要干啥？对不起了，有个人很想搓背，有个人很想搓背。就是我背后有一块三角区，从我出生开始到现在可能没有洗。不，快趴着趴着趴着，不，大姐，大姐，我姐姐这个三角，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给你找个男生。哎，等会儿。那行那行，打你的来。等会儿，你把头低下。他没搓过后背，手我们这块儿这块儿这块儿，往里往里撸，往里撸，对。啊爸，啊爸妈，就爸爸爸妈。用点力，没泥。哎。大哥，你就熟。哎，刚刚大哥过来是这样，感觉是撸袖子，我准备杀人的感觉。搓泥是这种感觉吗？他此生不会再搓澡。你看，没搓过的地儿跟搓过的地儿，哇。比赛开始了，对面是美丽风景。你蹬出来就这么点儿，你蹬出来就这么点儿，就这么点儿。郑恺太轻敌了，这个。很滑的，你知道吗？很滑，这个非常滑，超级滑。你的表现真正印证了职业丢脸三十年，职业丢脸三十年。我要求擦一擦这里，太滑了，跟腿短也有关系了。腿短吧，还是因为 ？Baby， 怕吗？来啊来啊来啊，快点！打他脸，打脸！等一下啊，承让承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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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让承让，打脸 KO， 打脸 KO， baby baby， 这我可就忍不了了。对对对，按照 baby 叫这招，对方移动当中就可能自己滑下去了。姐，打他！好，郑恺用双手在进攻，用双手在进攻。假脸攻击！他把他做鬼脸了，他在。喂！哎！喂！哎！这个好，这个好。将对手击倒在独木桥下， Angelababy 获得比赛最终胜利。帽衫对决，两名不同部门的职员穿上帽衫，戴上帽子，将帽衫的绳子和对手系在一起，率先看到对方帽子上词语的人获胜。这个凯哥
太吃亏了。你怎么知道身高高就占优势呢？身高高就能看见了。身后的衣架上有你们的帽衫，每个衣服上有贴有自己的头像。这是谁啊？这是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点都不像啊。请问这跟我们卖帽衫有什么关系？怎么啦？质疑老板吗？哎 ，baby 那个好好看呢、啊。谢谢，谢谢本人。看看。怎么了？凯哥，我们俩撕吧。来啊！来啊！来，我让你一只手。让我一只手，那么膨胀吗？现在啊？哎！警保是你最好的异性朋友吗？是啊，最好的异性朋友。Cool。 哎，那我想问你，你置郑恺于何地？置郑恺于何地？不是这。崩了。崩了。郑恺是我最好骗的。什么 CP？ 郑恺是我最好骗的异性朋友。算了，习惯了。Hello， 怎么你们都已经在这儿了？不是说要把自己衣服挡住吗？对呀、啊。哇，你这什么照片、啊、？Baby， 把口红擦一擦好不好？怎么了？七季了，你的口红还在你的牙齿上。你快来你的吧。好可爱。啊，挡上吧，挡上吧，挡上吧，太丑了，挡上吧。好，我突然之间爱上了这种感觉，很奇怪的一种 feel， 一种 feel， 就感受到了，感觉很美妙。我帮帮你，哎，哎呀妈呀，这帮男的都疯了，我跟你说。哎，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是网红款呢，我觉得一定是现在最流行的。B 这个颜色呢，它比较哑光，比较适合现在的审美。A 这个颜色呢，它有点亮，像是十年前的审美。所以我们选的是 B。40块钱也要买 B 哦。好姐妹，听你的。好，请大家公布答案。无条件选 A。知道为什么选 A 吗？因为 A 有吸铁石。好的。都有吸铁石，擦口红要吸铁石有什么用？这是口红，这个不是指南针。你想一下，你放一支口红在包包里，然后它有吸铁石，它把你的所有的硬币、把你的手机都吸在上面，还能把你的卡消磁。但是有吸铁石更安全呢。吸铁石 ，Hello。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妆博主来为我们公布答案。欢迎姐姐。易老师，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口红容易粘在牙齿上？Baby 的口红容易粘在牙齿上，那不是口红的问题，人的问题。再次感谢我们的美妆博主。刚才选 A 的朋友，请你们接受惩罚。呀！啊，我好害怕。加油 ，Baby！Baby 不要顺拐 ，Baby 不要顺拐，你顺拐了。不行，我就这样能起步。不是，他每一次跑步都是顺拐。Baby 你顺拐了，顺拐了。我就这样能起步。你不要一顺 ，Baby 不要顺拐。啊！同手同脚跑得飞快的你，